嗨，大家好，我是阿晨，今天呢准备去装几个这个窗扇啊，因为不多不少的也没有叫人，应该三四十个平方吧。昨天收工的时候已经和另外一个工人去把那些玻璃啊窗扇啊都搬到现场了，不然一装车搬车的话要费不少时间了。现在呢我就想叫小梅去帮我撕一下那个胶纸啊，还有撕一下那些其他的，吹一下那些，搞一下那个窗槽那里的垃圾啊，这样快一点，看看他愿不愿意去啊。现在去问一下他。久不弄了，这里工厂这里好乱啊，问一下他。你看这个人一大早就在玩手机，等下去帮我干一下活呗。你不是上夜班吗？带什么小孩那么大，还怎么带？带要带啊！带着他去啊，很近的。去不去，浩哥？去。嗯，看他的时候去，走了。那走吧，走吧，赶紧的。我去帮你干，快一点收工了，好买年货这些，什么都没买，卫生也还没搞。那去了，这里做完这单就搞卫生。走。哇！姐姐，你去不去？不去。不去了，是在家干嘛？玩手机啊？去那里玩一下。去啊、哦！后面这里还放玻璃，几块不好吧？走，你拿那么多东西去干嘛？你的是什么东西？哦，你看你搞这么多卡片，拿去那里玩啊？那也是小卖部的路啊。你拿去玩你包啊。嗯。妈妈，不要！妈妈，不要！妈妈，不要！到了，好像你上次来过了是吗？是啊。来过没有？来过啊，很久就来过了。你走路下去，我要推车。走进去开门。小心一点哦，侄子走进去啊。
拿上去。你那个拿上去上。慢点哦，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啊。等下我那个点的全部拌好了，你这个再把它搞一个洞啊，这个敲啊。那这上螺丝太小，用点力敲啊。全部敲好，要不你不上班了，跟我去干活。多少钱一天？你这工作那么辛苦，你就想要给300了。不是说我做的室内的，你骗我，就是晒衣裙。我想啊，但是有些没有，这几个人的做手尾做的这都没有。没有你也得给啊，你想办法给啊。你叫我去做，我要不多钱一天，我管你。就算你每天没工资给，没工开，你都要给我。那还是算了吧，现在这里行情又不好，我又不能建房子了。给了，我跟你说，偶尔给少点，给280就得了。做一下你就给200，你叫我跟天做了，你就给300，做2周就给2周，我就是一份，你给200一天，我觉得你就给少了。你的识图水平就是不够，还是偶尔做一下算了，要不这样我都没事做，自己都养不活了，我都要改行了。改行，快点了，搞了你们搞了，我搞其他的。白小哥，你叫我去做呗，你给的钱我很乐意。安全吧，是啊，安全第一。你还是上班吧，这种打扰让你干活。小哥，那个敲完了？没有。你怎么点敲？太难敲了，那个敲的手好痛啊！我帮你扭螺丝的了。两个都累了，都在这里坐啊！回去了，你回去你就回去先了，不？你还说300一天，才坐这两三个钟在这里，这种就是编。你这样的按时计算的话，100块钱一天都不怎么得。那你回去就回去了。反
正我今天来到了，没有200块钱了，有啊，行了行了。人家都不用带那个的，带不带那手都好看。走那么早干嘛？这里有饭吃的。姐姐在这里玩了，回家又没有人在这里。姐姐在这里呀。你看浩浩，浩浩弟弟都和另外一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了。你在这里老是跟爸爸干嘛？晒的，很晒的。晒怎么晒？小心一点开车，我今天好像是失忆。今天不是失忆吗？哦，那也要小心点。哦。See you.